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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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是的，没错，我们来到这个地方就是北京的紫禁城。北京的紫禁城呢，我们来这边先来访问一下我们当地的游客吧。游客你好，哎，你们拍到吗？第一次来吧？啊，来北京吗？第一次来北京吧？你原本住哪呢？啊，你原本住哪呢？我就住南京。你住南京？南京呗，住在南京。那南京来多久啊？马上来，大概一个小时吧，坐地铁。你说南京到北京一个小时就到了？你这搭灵车吧？反正没时间关系，哎，可别拍呗。可别拍，那你可以帮忙拍我呗。拍你呗，拍我呗，好吗？拍我呗，拍我呗，你拍我呗，你问我个问题呗。有人搭讪你吗？哦，有啊。没有，刚刚有一个叫 Johnny 的搭讪我了。 Johnny 搭讪你，他说嗯，你搞屁呀，你挺色。我们要进入紫禁城了。紫禁城了吗？紫禁城好了，出发了吗？出发了， Go Go。 那你要一直往前走，直到暴雪。好飞了。好